三个了。我们今天上什么课？动动乱死莱姆。好，妈妈先跟你讲规则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呢是史莱姆材料的动动乐哦。这些洞里面呢，你要去戳才能找到你的材料，知道吗？嗯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吧。还有什么纸？好，戳下去吧。哪个呢？哇！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这是防霜块，然后我就加到史莱姆里面了。丢人叫他乖乖。好，那我们再换第二个。这是一封信，隐形眼镜送给一。喜欢的耶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花盒吧。对，你要现在喷吗？你要喷几点上？现在喷，第七个啦。对呀、啊，这两个比较长，是卸妆油。好，我们就想拿它来做过史莱姆。你开这一个，还有嘞，这是弟弟的部分，还有这个。好可爱哟、哦，小人，看超可爱的，好，里面住着小人，好，给你一只，剩下先拿着，好，要把它打开来，加进去，加进去里面，我用汤匙戳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金粉，对，金粉，金葱亮片、嗯，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加？好，现在，你要再加吗？好啊。你喜欢吗？现在加刮胡泡，然后要加底次，你开心就好。加油！哇！把它毁在那个玻璃盆上面。对。好，没了。哦。加油！你装不下了耶！好，我把它先移过来，等一下再讲。天哪，天哪！好，下一个隐形眼镜冲洗液，可爱，喵喵的。好，把你带挂壶放上面。好，好认真的恩恩哦，你好认真哦，你的眼神超可爱的。我要把药粉全部冲下去。好，冲下去。好可爱的脸呢、啊！对，瞄准亮粉来灭火。好，加油了！要浇水了，灭火喽！哟，奇怪，为什么我加了胶水，没有把这些呢冲成这样？是吗？嗯，好大一盆哦！你这真是超大盆的耶，做不完啊？不会做不完，这是要拿来玩的，拿来玩，但是越多越好。要不然我帮你挤。还有。好难想象最后会变怎样。好，这个是白胶，你这样子抓着，好，不要弄到外面去就好了。哦，想我攻打地球，攻打地球。
我最近还蛮爱用这个甘油的，可是好像甘油台湾不知道买不买到。好，下一个豆腐。这是什么？酱醋水。你真的把它整罐挤完了，我的天哪！好，下一个油。好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呢？这个是毛球。这是毛球。这个是青粘土，然后这个是防撞条，然后下面已经分层变成两层。慢慢说，这个是什么？亚克力颜料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这盆子太可怕了。你觉得这是什么盆子？好，再说。这个是什么？小苏打水。好，恩恩终于抽到了小苏打水。这是小苏打水。好，那我们来加小苏打水吧。我一样全部加完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搅拌它，好不好？看很美耶！哇哦！那我直接用手了。第一瓶加姜片，然后第二瓶加竹竹。撒了一堆在桌上。这样其实蛮漂亮的耶。下雨了。好漂亮哦。应该是自己的魔法药水吗？好，我帮你做好了。真的成型了，你看，奶油够了，奶油够了。对，那我要把它捏掉了。我可以捏掉了。真的很多呀，那你看，这边呢？不是撒了一圈？对呀、啊，很漂亮。中间金箔。好好好，那这个金箔呢，是我在美甲材料行买的，就是这样一整张，大家可以去美甲材料行找。然后那个撒的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在美甲材料行找的。那我们就来贴这个金箔上去。我的手漂亮吗？好，把它全部加在一起，把这边都混在一起。这样的话，每个地方大怪物都会去吃。哇！这个那么漂亮，那你看，哇哦！这是我
放动了史莱姆，然后呢，其中一个已经因为是掉了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个成功逃出哦。大家也可以自己试试看。老师，我们下课喽。好，下课，希望记得按订阅恩恩老师哦，大家。